好，那本支影片我们将介绍贴心片的日常使用流程。首先，我们将这个装置取出，然后并且扣上我们的这个符合规范的心电图的这个电极贴片。OK， 那我们一样将离心纸给去除，并且将装置快速的放置到我们的胸前需要两侧的位置的地方。好，并且开机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到这个手机 APP 来进行操作。那首先，先确认我们这个 YuGuard 这个 APP 已经下载，那我们进行账号的登入。好，登入之后即可进行装置的配对。连线之后呢，首先我们先记得检查 YuGuard 电量是否满足四格，如此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日常量测了。好，完成本轮的量测之后，我们回到这个装置的主控页面，我们首先记得点出解除配对。OK， 待装置跳出通知之后，我们才可正确的将我们的装置给移出。并且关机，然后并移除电极贴片。在历史浏览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去检视我们这一次量测记录的档案，然后并且可以进行回放，或是将我们的这个档案给移件上传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档案已经正确上传了。